就是我们现在是随便乱叠在一起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我多少有一点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因为我们只要进到 UV Editor 里面找到它，来转个角度看看，诶，它到底现在在转哪一片？哦，有更新了，只是画面更新比较慢。好，我可以做这样子的调整，让它的方向再做一点变化。呈现出比较有趣的效果，也许就可以让你的画面更有趣。那甚至于觉得这一块位置不好，要跟旁边隔壁交换，也可以就拖来拖去，那因为这种都没有一定要在哪个位置上面，我觉得这里跟旁边交换一下，像这样子调。都可以去换位，让你的画面的变化度就会越来越高。这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建桌，做出贴图的方法。那在这样做以后，你的这张图会产生第一个问题，我屋顶有旧画，底下没旧画，底下这张还要再进 Photoshop 去修饰。窗户下面通常会有点那个水的痕迹啦。柱子跟墙面交接处会比较脏，这种地方要人工的去追加，效果，不然你的建筑就是干干净净。像这个是，我的东西都旧旧的，可是整栋建筑很干净，那看起来也有点怪，虽然那个史克威尔的太空战士的风格就是东西看起来都有用过。但是其实都很，然后但是给你的感觉都是新的，有使用过痕迹的那种翻新品的感觉，那美式游戏就会很注重那个留下岁月的痕迹啦，那就要看你呈现的效果，所以这一块如果这样 OK，就可以 symmetry y 再 flip，屋顶好了。那当然，先再放点东西上去，可能会比较优啦。那放东西就不见得一定要从那个再做了哈。我们直接拿里面的 model 改。这个样子，不够高。那边边贴图会扭曲，这个可以解决好像不能太高，因为底下好像会，从底下看好像会穿帮，还好到这应该还可以。Rev UVW 反正已经有 UV，新跑出来的，找地方放，就找看要放哪一个位置，这新做出来的。新做出来就这两块，把它塞在这里。一块 Control Break 打断。选错个按钮，我要按的是这一颗，它有好多颗有闪电，很容易看错。Control Break，来交替叠一下好了，A 加 B，B 加 C。这两块算他自己一起。在A 加这个这样好了，我们用三块，没有也没办法用三块，因为我其实只有两块的空间可以用，我打算贴这里那要不要对很齐就看同学，我现在只是先对上去，就塞在这里，塞在这里，
有一块角度错了，这一块，所以要确认一下那一块的方向。嗯，应该不是，不是，这里还没对。好，那就偷好了。嗯哼，好，也有屋顶了。那如果你再做个那个换气扇，啊，就再去找贴图，那个屋顶的那种换气扇的风扇的贴图去做在屋顶上，这些东西就有。其实应该还在做点管路啊，不过不管，大概这样。那建筑、屋顶都有了。好，那人行道是同样的思维逻辑，就是一样是做一块算好格子的。好，比方说你一块就是这么大，人行道一块就这么大，然后这是旁边的转折、转角，那还有一个是圆的转角砖，这种想法去做。好，成 party，先对这里做处理。存放，再圈粉一次，太远了，这样就好了。通常我比较喜欢只做到这样了。当然你要再做高精密一点，可以再远一点。只是我一般来说，我自己的习惯的密度大概是到这个样子，就是大约是现在的手游7年前的 online game 的等级。嗯，所以这是地砖，这是旁边的结构用的。好，那 pivot 的待会再校正，我们先看它厚度怎么长。这厚度就只有直接这样子做而已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下去而已。好，当然要锁网格算高度会比较，因为你不算高度的话，会很难控制将来，它在就对位的时候的问题啊，所以高度其实是要算的。好，就往下拉，看你要拉几公分，应该只有20公分左右了。如果以我们的比例尺寸来看，所以我现在人行道其实大概有点做的有点大。好，那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去组装。其实这一根也不用做，你其实只要这个样子加这里就够了，好，就够用了。因为这一排跟这排是90度的差别而已啊。好，那个中间不用封闭，你不用让它看得到那里有东西。好，我 edit party，上面的面还没整理，等一下再来整理，一样我去做。好，那这一块我们把它做一下变化了。OK，一样，20公分。好，那最佳的变化是要做 connect 两阶。宽度调一下，这样应该 OK。忘了 anchor。好，那。这个只是要做追加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要追加，这里再扛那一次，宽度不够，再扛那一次，再宽度多一点，
残障步道用的，就是应该说人行的走的地方啦，或者机车骑上去用的。在中文输入法，难怪我按不出来。好，其实应该直接贴齐哈。Target one 的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那修正一下 ，Clear all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在要围在建筑周围，好，就你照笔，只要照格子，有照网格做，那你的建就可以去排列，好，那中间这一块去做瓷砖，那大小我那个水泥边做的厚了一点点，好，以我们台湾的那个的建筑来讲，我那个水泥边做太厚。就到时候这样子拼。好，像这样子，那我就可以这样子拼过去了。先用 instance。好 ，OK， 那概念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一块转，先复制出来。抓的时候要小心，它会锁那个预设会锁 pivot， 就是像我这样子抓，它会变成 pivot 去锁格点，那位置就跑掉，啊，就是要用边缘锁格点的方式去抓。好，那又可以继续。这块删掉了，那这一块，咚咚咚咚咚，好，哎，还不够，好，就让这个再绕一圈，那一样调配一下。如果现在像这一面我做的离建筑太窄了，那表示，这边可能要再多补一节，这个结构。应该没选到房子吧？啊，好，没关系，事后删这一圈。圈到才选到，这样子就不会碰到别的。那奇怪，怎么一回事？漏选的。OK， 好，那就，它的材质的做法跟上面这边一样，你的想法就是那个样子去做，好，所以人行道可能有两块或三块的组装组合，让你可以拼凑，有的比较。完整一点，有的可能碎这个角落，有的碎这个角落，那你去组合的时候，地面看起来的变化性才够高。好，那都是这样，就是一个纯模组建设的概念。那你可能要留像这种，我们可能还要再做一个，就这个里面可能是有一个有洞的，刚好拿来种树的。好，就是会有一种就是长的就是要。它就是用来种树，所以这本来是 instance， 把它隔离独立。那这一个就拿来种树，那我们就可以 insert 了。处向下，那到时候你就把那个的向下以后就可以删了啦，因为我们土不会坐在这，土应该你要坐在这里也行，不过我建议比较建议是跟那个树的底部弄在一起。好，然后范围可以比这个更大，
那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区域，有的地方搞不好你是挖圆洞，有的地方是挖这种，有的地方搞不好是放个花圃，那个树都可以放进去，而且刚好。好，那当然你要留得动这个也可以啦。好，看也许有另外的用途，可能这里树已经挂了，只剩个树根也行。好，好，那继续。